啊，我38年到台湾来的，离开40年了。我家里的情形啊，都不知道了，都没有消息。几年前，我有一个同乡跟家乡有联络，他就写一封信呢，到家乡问问我家里还有没有人。就回信来的时候呢，我家里人还不错，还都很平安。联络到之后，4年前啊，我在香港讲经。我的母亲啊，到香港来看我，36年没见面。这个见面表演的呢很不错，啊，我很满意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流眼泪呀，又哭啊，又闹啊，没有，没这事情。见面呢就跟信徒一样，就跟天天见面一样，这个非常之难得，啊，因为正好那天是晚上到的，那吃过晚饭才到讲堂来见我。我先叫他拜佛，拜完佛之后坐在座位上听讲经，听完讲经之后我再给他谈话，他就给我讲啊，这么多年来啊，天天在那想我念我，我就告诉他千万不要想我，不要念我，想我念我将来都搞6道轮回。我说你从今天起换一下，想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我说我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也去，我们才能天天在一起啊。所以我告诉他，我说我要你到香港来，主要就是把这个秘诀了传授给你，我们将来才能永远在一起，否则的话没有法子啊。这一轮回之后啊，这是永远不再相遇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一个修学的方法啊，就是把这个念亲情这个念头转移念阿弥陀佛。那么我把这个方法传给他之后呢，我就没有事情，我这个报亲恩就报大了。